我实在告诉你们，我在你们中间设立一个幼师，就幼师小狮子，幼师一头睡着的狮子，一个对这个世代的恐怖分子，他是这个世代恐怖分子哦。这个世代不是很讲这个最这个世代出现最多的一个字就是恐怖分子嘛。上帝说他就是这个世代恐怖分子，真的哦。因为直到现在我已经需要他，而直到现在我一直按着他下来把他按下来免得免得他的心智欺骗他，而他自己以为他比别人重要。阿们啊，有没有？对，这一切都是上帝的作为了。上帝拣选他，使他谦卑按他，把他按下来免得他以为自己比别人重要了。上帝有我，从古时到如今哦。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没有改变嘛。因此我已经谦卑他，并且看了我将带着他再往下一些还不够下，还要再往下一些。所以要做上帝的仆人也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下下下还不够，还再往下一些，直到他被破碎没有手了，他没有自己的手，被破碎，直到他被破碎，然后在神面前成为一个自己没有手的人，就这个意思。他不能靠自己的双手做什么，让他自己知道，他不能靠自己的手做什么。这是上帝的先知嘛？因为先知的赏赐借着量测而来呀 ，by measure 借着量测而来。而他里头的完满是借着破碎的。你被上帝破碎你就知道了，就被上帝破碎到一个地步后，发现自己很软弱。所以保罗也说，神的能力是在我们这些软弱人身上显得完全嘛，有没有？所以真的人被上帝压下去到这个地步，才有办法成为先知嘛。好像一个牺牲供上的祭坛，一个牺牲的 offering 提供到了祭坛上面，好像一个破碎的石头上的好像一个破碎在石头上的。所以一个生寄生，寄生就要拿来献祭的，叫寄生，贡献在祭坛上面破碎在石头上面。因此让一切的人被通知，让一切的人被通知你有被通知到吗一切的人所有的人被通知你有被通知到吗？而让狼群前来，叫狼群前来要吞吃上帝的，吞吃上帝的羊羔嘛，让他们来，来来来来，有没有？世界上很多用语，来来来，让狼群前来。他们可以在他虚弱的时候靠近他嘛？来来来，趁着他虚弱的时候来靠近他，对不对？来实施他们的报复使他们可以钝了他的剑，使他们可以钝了他的剑，使他的剑钝了，不能尖锐两利的剑嘛，两刃的剑，又使他永远闭嘴。来来来。看看你能不能使他永远闭嘴，就这个意思了看来我已经使他成为一个网罗了，鉴于我将抓住悖逆者，又使嘲弄者成为猎物了，有没有？他是一个网罗
接着使他抓住悖逆的人，又使那些嘲笑的人，有没有成为猎物嘛？哦，你来嘲笑上帝的话没有关系哦。嗯，这是上帝界的提摩太所说的话。哦，我们只是在吹号而已哦。哦，你也可以来吹号啊，或者你也可以选择悖逆。哦，因为我是主啊，对主说的。我已经给了我自己一位先知，阿门啦，有没有？哦，我当时，这是在卷一、卷二、卷三、卷四、卷五、卷六、卷七之后哦，然后主的斥责，更多的话，卷七之后还有更多的话，然后才有主的斥责进来嘛，2011年才说的话嘛，好，哦，那个时候已经吹号吹的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第五号、第六号、七号的都吹响了。哦，然后还有更多的话嘛，再吹嘛，继续吹嘛，这个是2011年主的斥责嘛。哦，上帝的话太宝贝了。哦，当时我吹，我读从第一号开始读的时候啊，哦，我就一把被抓住了，马上一头栽进去，一路读下来啊，哦，可以说是爱不释手。哦，他将出去，宛如约翰，就施洗了约翰，用我的话和火施浸，以神的话跟火来施浸，哦，受洗啊，哦，在上帝的话里面，还有话语中的所带的火，来为你施洗啊，就施洗约翰了，在我前面预备道路，阿们的，看啊，他将呼召火下来，好像以利亚。哦，看到没有？并且对许多城市宣告我的审判，在他里头会是我的完满，而人将要惧怕。阿门，阿门，阿门，阿门。好，阿门。嗯，恐惧将在他脚前爆发，而哭泣跟大哀哭在之后。好，他的脚前是恐惧。然后后面他过去以后，哦，哀哭啊，大哀哭。所以他还没有到的时候，吼，哦，听见他的声音就恐惧，好像当时，哦，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所到之处，吼，哦，还没有到的地方啊，那里的人听到他们要来了，吼，哦，惧怕，要不然就这样，哦，提摩太也是，哦。并且所有将咬牙切齿反对他的人呢，走了，将被打破，而那些咒诅他的人将被攻击以恐怖的疾病。上帝的话，你不要轻视他 哦，你如果要咒诅先知哦，疾病就会临到你。话已经讲在前面了哦。哦，这话真的带着火来的，你读上帝的话的时候，哦，你浑身是应该要着火的，哦，直到他们的排泄物出来，身上要带着要疾病，也被疾病所侵蚀，然后把你的排泄物拖出来，哦。由于疾病，又因为疾病，又因为病疾，哦，所以使他们的排泄物出来，哦，因为疾病跟因为病疾，呵呵，这是主说的。